之前呢，我复刻过英雄联盟的亚瑟、赵信、牙、刀妹。今天呢，我就来挑战一下英雄联盟的天使。拜托，天使很弱哎。哼，等我到六。那这次的复刻大家能给几分呢？虽然我没有凯尔那么肤白貌美大长腿，但是我已经尽力了。如果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英雄，记得在评论区留言哦，记得点个赞再走。